老爷们是不是有去？老爷讲话，你们就是在集合探班，探班，探班。有啊，我们有去看，分享一下探班的发生什么事情。很震撼啊！怎么这么厉害？哪一个部分？就小 S 跟另外一个男主角啊，跟那个男主角是福地幼介那位日本演员，对对，很亲热的一个戏。然后我们大概很近吧，两公尺这么近，有吗？距离哇，近距离观赏啊。然后觉得隔很远啦，也没有很远啊，差不多第一排吗？差不多这么远。对，哦，那很近哎、欸，至少是两公尺啊，那很近哎、欸，两公尺吧，那个再多一点，有一段距离哦，是有段距离。是我看我在演的时候，我看不到他们两个在哪里哦，我觉得好变，太近了看不到的，看远边没发现就在身边。对，真的很厉害。然后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的状况是，我记得是志玲都不大敢看，对不对？啊、害羞，害羞。然后我是一直要看不看的啦。对了，我们这样子，这样子。我是一直看，因为我觉得一个女生在演戏，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，免得啊，不是我的意思说，免得我怎么给人家垮，给人家垮。以示尊重。我们要张大眼睛看每一幕发生的事情，而且这种机会不多，真的不多。所以我想说，这个第一个除了是欣赏之外，是第二个是尊重嘛，那第三个就是为什么男主角不是我们？啊、为什么男主角不是我们？两位老爷自己有曾经一度不是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想说，如果我们跟别人演戏，可能不好拍，因为那个灯光不好，很难打、啊，对，很难打。导演会很难处理，那就是导演专业的表现的时候啊，导演这应该没问题吧？如果老爷们想要当主角的话，不然怎么？如果真的一定要我们演的话，我们两个来演，哇好不好哇，所以就是一打二的这种感觉，一对一对手戏，一秒演一段啊，哪一段？就是那个亲热那一段啊，你要把他腿抬起来啊，然后要不要嘛？我们冲是谁要露？那个 A 老爷，你扛 B 老爷好了。A 老爷，因为 B 老爷长得比较秀气。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是不是很会找我来当女主角？我们 S 爷一个人够 carry 上，老爷就用歌声来辅助，好不好？相辅相成，相辅相成。探班花絮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。那现在我想先请导演，我们先稍作回座休息，好不好？稍事，因为接下来啊，谢谢导演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他是大导演呢、欸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可以这样随便叫他走。那个啊，导演回来，导演回来，而且还不给他麦克风，他是亿万大导演、欸。我知道，当男人恋爱时就是他拍的。我有看。邱泽跟徐伟宁会结婚，就是因为他。我非常感谢导演，再一次我们大家全场再给我们殷正豪导演掌声鼓励，谢谢。